大马，你快看，他们两个又有新武器了，就我没有。啊，真是的，没事，儿子，爸爸这就给你把武器要过来。无敌小赛，无敌小柱，要不要骑骑我的贝贝号大马呀？嘿，老黑，你又想搞什么花样？我们两个才不骑呢，上次差点把无敌小贝摔死，今天又来让我们骑。哈哈，那天出了点小状况，进前早就修复好了，不信我骑给你们看。 怎么样，好玩吧？哎，无敌小赛，他的大马还会叫呢，真是挺好玩的。对呀，快上来跟我一起玩吧。你真的要跟我们一起玩吗？没骗我们吧？哎呀，我怎么会骗人呢？快上来吧。哦，对了，把我们的武器也带上，不然的话一会儿丢了可怎么办？嗯，好，那我们一起上去。哎，等等我们呀。等你们，哈哈，一鞭子去吧。神棍棒我就驮走了，你们两个好好玩吧。哎呀，不好，又上当了。无敌小赛怎么办呀？ 我就知道他是个大骗子，别怕，看我的！神光棒变身吧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妈呀，又来这套！儿子，快救我！啊，爸爸，我可救不了你了，我先跑了。啊，你这个坑爹的玩意儿！